吴老爷，不管怎样，不要忘记我们的梦想。梦想是我们的梦想。老师，你那个时候的科研项目被学院被所有社会的人批得一塌糊涂的时候，还有我明明就那么努力那么优秀，可是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依然不会是我。老师，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钱，因为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势力。钱这个东西怎么会入得了我们的眼睛？可是当我有一天我发现，当你想实现任何目标的时候都需要钱，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所以我拼命的挣钱。天龙的照片在这儿，看看谁合适。队长，这个天龙怎么是个女的？那是不是我跟您都有机会了？对啊，你们俩都没这个资格。那周队，是你去吗？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天龙，他的化工水平是达到了能够在211重点大学任教。专业不对口，谁也没用。是，白找了。目前，这个卧底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老师，你知道吗？我毕业的时候，有多么疯狂的在工作。我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待着做实验。我曾经为了等一个实验的结果，我在实验室守了五天。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可是我为我成功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现在甚至没有生育能力。可是老师，这都无所谓，因为有钱太好了。有了钱，我可以给你买最好的实验室。我有了钱，我就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我有了钱，就可以实现我们的梦想。我又研制了新的配方，我想会有市场的。老师，你能陪我走到最后吗？阿姨最近事情比较多，等忙完这只就来看你啊。嗯，韩老师，这是我跟你经常说的陆阿姨，是我老爸的同事，也是我老爸的同学，她对我可好了。啊，你好，我姓陆，是陈雷的同事。你好，我是韩佳雪。我知道，琪琪的班主任。您怎么知道的？我们都知道啊，要不是你帮忙照料琪琪，陈雷哪能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琪琪。今天都没回家了。今天学校放学早，他说想爸爸了，我给他过来看一眼。是吧？可是待会儿啊，爸爸跟陆阿姨有个重要的会要参加。爸爸又不能陪我。要不这样，你先跟韩老师回去，等开完会之后呢，爸爸就买好多好吃的回去看你，好吗？哎呀，我说话一定很快。那麻烦韩老师了。没事儿。那琪琪，我们先回家做作业啊，让爸爸和陆阿姨忙，好吗？爸，谢谢你了。没事，那你们先忙吧，我们先回去了。嗯。谢谢韩老师。麻烦你了。哎，琪琪别不高兴啊。
王局，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我们决定让陆科长完成这次卧底任务。现在想听听您的意见。陆科长，你自己的意见？因为根据我们分析，毒贩一定会根据天龙的特点对他进行真假的测试。那在局里，除了我，应该没有人更合适了。我有信心扮演好这个天龙。陈雷，你一定要保护好陆科长的安全。明白。你不是来找天龙的吗？嗯，好的，我知道了。有天龙的消息了，我可能待会儿要去见他。等等，啊，这是我给天龙准备的见面礼。还是老师你想的周到。
天龙女士，对不起，来晚了。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不好意思。请坐。没想到鼎鼎大名的天龙是这么优雅的一位女士，我也很惊讶。这个圈子里女人做老板的很少，尤其这么年轻漂亮的。二位先在这聊着，我出去抽根烟。我这有一个朋友，拜托我向天龙女士请教几个问题，希望您不要介意。看来我这个化工专家的名声是传得太响了，每次跟同行打交道都要答试卷，名气压人呢，各行各业都不例外。看得出来，你这位朋友的水平一定不在我之下。这是我这几年来接触到的质量最高的试卷。玉主，咱们合作愉快吧。我也希望，不过。过什么？我答了你的试卷，但你还没有通过我的考试。请吧。我接触过你们的货品，看得出来制作。对，他们已经离开酒店了。怎么样？我今天提出要看制毒工厂，他说需要考虑。好，想办法进去。我相信你。今天他给了我一份试卷，考我的化工知识，那份试卷的水平相当高。是他自己出的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不是。看来他背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喂，陆小姐，明天我去接你看看车间。好，明天见。明天见。应该不会有变化，明天就可以接触到他们的制毒工厂。明天，罗岩要带陆姐从酒店去往制毒工厂。罗岩一定会做好反跟踪、反监听的准备。明天是这个大案的关键时刻，同时，陆姐的处境也会越来越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倍小心。现在分配任务：肖宁、忠诚，从酒店就开始跟车。明白。
尽的把包和手机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太在意，逼不得已。应该如此，小心驶得万年船。那还得你委屈一下，得罪我自己来。龙姐就是霸气。这边请。走。发信号了，这和小倩他们的方向相反啊。还玩这套。陈队，陆姐发信号了，我会把即时画面发给你。收到。小倩志豪，跟着这个假车。收到。少将钟诚，你们注意接收吴克的信号指示，过来与我们会合。好，我知道了。吴克，把新的地图坐标发过来。收到，马上定位。大家注意，跟住我。意思啊，我本来以为答完了那份小儿科的试卷就算完了，没想到你们这么没完没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你以为我愿意陪你们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吗？如果你们现在还不信任，我们完全可以不合作，送我回去。龙小姐，你这是何必呢？这些破铜烂铁根本制造不出我要的东西，这里绝不是你们的工厂。罗总，小心谨慎是没有错，但要是过头了，就是畏首畏尾的孬种了。请注意你的措辞。送我回去，请。不愧是天龙啊。你又是什么人？你可以叫我老谢。龙小姐，这位是我的恩师。我把我的恩师请过来，足以证明我的诚意了。我们可以开始办正事了吗？当然可以。希望不要介意。
小姐、钟声他们已经到了。吴克，里边有什么动静？陈队，信号一直没动。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是啊。进去看看。现在完全没有陆姐的方位，怎么办？调集当地的视频监控。好。别着急，我们应该相信陆姐。那地方再看看。队长，范围实在是太大了，需要时间。龙小姐，请多指教。龙小姐，能得到你的赏识是我们的荣幸。钟诚，你说。赵队，陆姐刚刚回酒店了，过去看看。小姐，他们走了吗？头，罗岩已经走了，现在陆姐应该也有人在。我先上去了。小心点。
我进了他们的制毒工厂。在哪？他们把我眼睛蒙了起来。谁啊？卢小姐，刘总让我过来的。没关系，我能进得来就能回去，自己多加小心。小姐，什么事儿？让罗总亲自跟您说吧。喂，龙小姐。为了大家的安全，我派小陈过去陪陪你，你不会介意吧？如果我介意呢？放心吧，他是不会打扰你的。如果这次生意做成了，以后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就这样吧。喂，罗总。嗯，靠得住吗？天龙倒是通过了层层的考验，可是我还是担心我会信错人。你这样做是对的。过了明天就一切顺利了。希望如此吧。他们派了人在监视陆杰，我相信他。你研究的这个新的追踪器能有用吗？不保证，当然没办法了。希望一切平安吧。天龙小姐准备好了吗？是不是还要再扫一遍？不好意思，请。陆姐发信号了，快快快快去通知领导，快去！明白。吴克发明的东西还挺管用啊。吴克，注意，陆姐把信号放在了车上，不是人。明白。肖建忠城，你们俩跟上。又到这个停车场了，犯罪分子还真是狡猾，可惜他们遇到我们了。
原来的身份。好的，明白。陈队，目标已经跟上，注意保持距离。是。车里只有一个女司机。老七，拦住后面那辆车。是。龙小姐，尝尝我酿的酒。想不到你除了做毒品，还会酿酒。只是开个玩笑，这不是酒。液态毒品，这是最好的伪装。高，吴克，哎，让志豪他们原地待命。好，找到信号了吗？还没有呢。调动周边摄像头，一有消息马上汇报。是。罗岩一定不会走有摄像头的地方，就像上次一样。这一带是盲区。吴克，把这个摄像盲区都查一遍。队长，你看啊，这片就是摄像头的盲区，总共有47处垃圾站跟厂房，其实每一处都可以成为他们交易的地点。47处，对。
看来他们方向是市中心。在这儿。正好，现在吴克把截图给你发过去了，跟上他。是的。也不在车上，江勇也不在，他们不会是又换车了吧？这帮人够聪明的，专挑摄像头的盲区进行交流，这不故意给咱们捣乱吗？就算陆姐已经离开了盲区，我们也不知道她乘坐的是哪辆车，这可怎么办？不会是又把陆姐给弄丢了吧？怎么？小心，忠诚，回酒店，陆姐的房间。是。你这什么意思？我命都在你们手上，钱还能跑得了吗？钱在哪儿？钱在酒店。外边坐坐，喝点茶，慢慢的，解冻。
合作愉快。钟超，你说，罗岩目前的手机号码是15216761920。好，帮着定位。队长，定位成功，这是罗岩的位置。非常好，所有人注意，马上出发。是卧底，带他一起走。毒贩已经知道了消息，陆林的处境很危险。各部门注意，现在启动应急方案。
是一直都在问我要证据吗？那我可以告诉你，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儿，都是证据。带走。看来今天晚上，陆姐可以睡个好觉了。走吧。做的好吃、啊，我爸只会煮方便面，你知道的呀。这还行。老师给我爸留饭了吗？他的饭要装在便当盒里，这样他回来就可以用微波炉热着吃了。你个小鬼头，这么关心你爸爸？放心好了，都留好了，就在微波炉里。按照你的吩咐，他回来一转就能吃了。哦，吃吧。待会儿吃完饭，我给你榨点橙汁。你明天上学还能带着点儿去学校喝。韩老师，
防控好现场，我马上赶到。对，快点。现场都要仔细的观察，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好好记录。是。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而且也没有任何淤青。3.5毫米的伤口，3.5毫米。陈队、周队，辛苦。你们马上分别走访，了解受害人的情况。好。凶手到底有多大的怨气？胸口上有微小的创面，刺破了心脏，你想这还不火吗？找到凶器了吗？现场发现的钉子。你能确定这就是致死原因吗？这还要等检验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定论。是您报的？我是今天早上报的案。您是这个小区的居民？我是他楼下的邻居。我仔细地检查了周围，也没有打斗的痕迹，他的身上也没有抵御性的伤痕。我怀疑他是服用了某种精神性的药物，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之后被人杀死的。你怀疑？找着药品了？还没有。大脑，我现在需要你的尸检报告，尽快。对于死者的情况，你都了解些什么？记得半年以前，她和她老公离婚了，已经。那她离婚以后，她老公还回来过吗？不是很注意她。那死者在离婚以后，还带过什么别的人回来过吗？她经常带一些男人过来。陈队，看完了。死者名叫安丽，28岁，一名资深的模特。半年前和丈夫离婚，现在一个人住这儿。她前夫是谁？正在查呢。好。
我要案例的所有社会关系还有感情纠葛、经济问题，让肖剑他们去当兵，让吴克调出所有的监控视频录像。行，我这里去办。什么？你们有摄像头？有摄像头为什么不开啊？合着你们小区的摄像头都是白看的是吧？我们的电脑坏了。坏了你不去修啊？这不是理由。对，这有被撬过的痕迹，你来看一下。被盗的应该是一些现金和珠宝，从现场来看，应该是一起盗窃杀人案。不像。来，这边请，这边请。我们有一个监控，可以看到你们要的小区门口，希望能帮到你们。就这个样子。好，谢谢。这段能不能倒回去看一下？可以啊，麻烦了。没错，就是这样。两位，着急了吧？别着急，来，先看看报告吧。死者死亡的时间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的22点到22点30分之间。我检查了他的胃液，胃液里含有大量的药物成分，其中有马勃酸、尿素、麦角硫醇，还有亮氨醇、酪氨酸，还有大量的磷酸钠。安眠药。对。但是现场并没有发生挣扎这样的痕迹。很有可能案例在死之前。凶手把安眠药放在他女朋友或者是酒里，那这就奇了怪了。死者明明服用了那么多的安眠药，这个行窃者干嘛又非用铁钉把他刺死呢？很有可能凶手在误导。这个可能性很快被否定掉。入室行窃，遭到反抗后杀死对方，然后下了安眠药，没有这个时间。仇杀？那更不可能。如果是仇杀的话。两个人见面应该会有厮打的痕迹，可是安妮的身上完好无损，而且在现场完全没有厮打的痕迹，那就是说这种可能被否定了。
现场有俩人，一个人行凶，一个人行窃，应该有三个人。我同意，衣柜的门被反锁了，一个人是不可能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的。那有没有可能，躲在柜子里的那个人就是凶手呢？现场还有脚印，踩地比对。现场都让水泡了，踩个脚印那比登天都难。我相信你，别给我戴高帽啊！我尽量吧。有新的进展，说说。我刚从陆丽儿那回来，她说从衣服上面采集到的汗水是可以验出 DNA 的，但是要等结果。哦，对了，另外呢，我发现衣柜的门锁被撬开了，说明当时有人被锁在里面。志浩他们应该已经回来了，去看看。我就躲到衣柜里去了，他们在外边拦着亲近我伙子，关系不一般啊。你看见那男的长相了？没有啊，我哪敢看他，我在衣柜里躲着呢。等到他们没什么动静了，前妻我去洗澡了，那男的也走了，我就出来了，保险箱里东西就不见了。你刚开始打开保险柜的时候，保险箱里边东西在不在？在呀，当然在了。你看见了？确定？你如果私吞了我的传家宝，我要是私吞了，我现在还来见你吗？我早就跑路了。我听我说，只要人不是你杀的，就不会有什么大事。这两天找个地方躲一躲，少露面，等风声过去以后我再通知你。这2万块钱你先拿着，走吧。我跟你说，这不是我杀的人，这东西是你让我去偷的，你得帮我呀。我知道，你放心，真的如果警察找到了你，我会帮你作证的。哎，我来看一下。怎么？这个安利现在的新闻啊，到处都是，你随便打一个浏览器都能看到。啊，这也是，这都是吗？张小倩，你看。啊，这个安利不是之前在那个网上说她老公在外面包二奶，然后还找了私家侦探在外面给她老公拍照的那个模特吗？对，就是她。哎呀，你说这事儿在网上吵得这么沸沸扬扬，
给我们警方的压力可不小啊。哎，老百姓啊，最喜欢看热闹，只管结果。什么时候能体谅体谅我们这帮警察的清白？我记得她这个老公是个商人吧？对，她老公是一个海外贸易公司老总。那这个案例岂不是很有钱呢？没钱他能请私家侦探拍照片吗？这都钱烧的。哎，有钱有什么用呢？这么年轻就死在浴室。行了，废话少说，开会了。说说吧。通过我们的调查，这个案例在半年前就已经离过婚了，到目前为止都是单身。我们对他的邻居呢也问过，他的邻居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说他作风上面有问题，而且经常夜里带男人回来喝酒作业。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这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案例的前夫，九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总彭中天，他和案例离婚的时候呢，给了安利呢，一大笔财产。因为这个安利啊，上诉彭中天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又从私家侦探那里呢，弄到了一些图片作为证据，所以彭中天又给了他一大笔赡养费。他的男女关系很复杂，目前我们除了他的前夫彭中天，还没有任何目标行动。那所大厦的监控录像呢？哦，我正好要给你汇报。那栋大厦的管理员说，他们电脑坏了，摄像头根本就没有。所以不知道明天晚上到底有谁去了。安排不错，完全是把安全放在第一。我和丽丽啊，现在把这个大厦周边的所有出入口的视频啊都搜集了一下，但是因为量太大了，需要一定时间。好，就好。查彭天，交电工程，再回大厦内。收工。彭总，外面有两位警察要见你。警察？哦，你先出去吧。啊，你们请坐。不了，我们就坐这儿。二位找我有事吗？安丽是你的前妻吧？是的。她死了？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不，我的意思是，怎么会这么突然？是他死的太突然了，还是我们来的太突然？不，我是完全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彭老板，您怎么说也是个大老板吧？这平时不能不看报、不看网络消息吧？再说了，人家安利大小也算是个名人，怎么说也还是您前妻吧？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昨天一夜没睡就在忙这个合同，今天上午就要跟外商签署，一会儿我们就有个紧急会议。好，那现在我们来告诉你们了，你也知道了吧？那谢谢你们。那你们找我什么事儿？我们找你就是想了解一下案例的情况。我们俩婚姻后期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就离婚了。为什么离的婚？感情不和。就仅仅是感情不和这么简单吗？酒杯里红酒的化验报告出来了，里边除了有安眠药的成分，还有安利的口红和唾液。另外一个酒杯上面发现了几个人的指纹，但是没有唾液，应该是没有人喝过。我们在衣柜的衣服里发现了两种汗液，已经可以证明一个是安利的，另外一个是未知数。衣柜里的人是把门锁撬开之后出去的。我们现在正在电脑上把这个人的汗液资料和库存资料里边有案底的人员做比对。杯子上的指纹人跟安利喝过酒，他不可能把自己锁在衣柜里又把门锁撬开出去，所以肯定是两个人。陆可，这个指纹是彭中天的。彭中天是死者的前夫，通知志浩小姐马上把他带回来。好。
最后一次见安丽是什么时候？我们离婚以后，一次面也没见过。你再好好想想，真的没见过。不用想，自从离婚以后，我们一次面都没见过。那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我们在安丽的死亡现场提取到一枚新鲜的你的指纹。这怎么可能？彭总，请你配合。请吧，彭先生。彭总，我们这儿条件简陋，啊，您就将就去。我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自从离婚以后，我再没去过安丽的家，这是实话。那我们在安丽家发现了你的指纹，这个你又作何解释？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完全是懵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场事。安丽家的那个酒杯有你的指纹，而且酒杯里还有酒。我觉着不能是你们离婚以后，安丽一直保存着那个酒杯和那里面的红酒，不太可能。如果你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们又凭什么这样对待我？我凭什么要坐在这个屋子里？我凭什么要接受你们这样的询问？彭总，我们只是想向你了解点情况。我极力配合你。你看他样子像是在撒谎。不能确定，不过凭直觉，这个人有问题。